左手边来，右手传，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晚上好，我又来了。川菜美味吃不厌，万州烤鱼来相见。夏天必备冰啤酒，哪个不喝是小狗。开干，准备一条两到三斤的鱼。我选用的是草鱼，当然其他鱼类也是可以的。先洗一番菜。我这条鱼老板娘已经处理好了，从背部开啊，从背部开比较美观一点啊。这回老板娘我过来干干净净的，简单清洗一下就可以了。在鱼的背部加上花刀，方便腌制入味。先把鱼腌制一下，盐巴、葱姜、胡椒粉、料酒，左手挤出葱姜汁，再涂抹均匀。这一步是让鱼腌制入味，涂抹到每一个卡卡格格，哪根漏了哪根就没有盐味了哈。腌制二十分钟，准备好草料：葱姜蒜、泡椒，泡椒没得的可以不放哈，全部切碎。草料准备有：葱姜蒜末、泡椒、青红小米蛋、洋葱、火锅料、花椒。配菜准备有：黄瓜、土豆条、魔芋、青红椒。阿公，点火。要点黑干。趁腌鱼这会儿，我们烧点木炭。我硬给你。腌制好的烤鱼清洗好，烤架刷油，避免粘连。放入腌制好的鱼，烤鱼技巧：干了就刷油，勤翻动就不会糊哈。时不时的打开下架子，避免粘连。现在已经闻到香味扑鼻了哈，全身冒泡。找个肉厚的地方，筷子轻松插透，就证明熟了哈。如果想吃焦的朋友，还可以再烤一下，撒入孜然粉、海椒面。哦。放入盘中备用，烧油，撸成油碗下草料，来点豆瓣酱，再来点香辣酱，配料炒过三到四分钟就可以了啊，把炒香。下入配菜，加一点清水，加到条件好的可以放啤酒。配菜断生，放入鸡精白糖，要再来几个，配菜摆边上。再烧油，放入蒜末，八成油温下干花椒，干花椒炸一下，加油，放入葱花，点缀香菜，一份家庭版的万州烤鱼送给大家。就这个鱼，我厚几点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？谢谢大家。放炉子上烤五分钟，让它充分入味，就可以享用美食了。来一碗啊，请哦，要点黑干。尝点汤汤的，必须尝汤汤啊！来嘛，尝点刺啊！草鱼的刺有点多，害怕鱼刺的朋友可以用鲈鱼来尝试一下啊！嗯，非常入味。之前我做些油炸的这个烤鱼哈，但是这个碳烤鱼确实好吃点哈，味道很肥。啊，我们吃的这个麻辣味的刚好合适啊！今年没吃过墨鱼了。嗯。烤鸭子嘛，反正那烧鸭子，这墨鱼最适合阿公哈。这个，嗯，今天活动比较凶，喝点粥嘛。真不愧是牌子，人多弄点墨鱼，少弄点鱼是吧？少弄点鱼对的。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，也想互动，请关注我们。我是阿米，我们明天见，拜了个拜。